有道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希望一切如你所愿吧。前尘旧事一并了结，到时你九泉安息，我功成身退。你确认少庄是他的真名吗？所谓狡兔三窟，我特别想知道他另外一个窝在哪儿。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吧？你这盘棋下得够大啊！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。我只是负责了断这些因果关系而已。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呀？两个势均力敌的人，做不了朋友，只能做敌人。少庄也要找工会，他想要什么？工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神秘又可怕的。根本没有任何能支持了他。这些年你费尽心机，单纯只为了他。那有开尔配方，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切，完全可以取代于未来的工会。其实配方这其次，我更在乎的是盒子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在只有一只羊的情况下，谁能吃着肉就看本事。你草上人！看来高科上你倒带有功。无所谓，反正这么多人都知道了，热闹肯定也不放。工会不好惹，我也是。有用的，一个就够。真相有时候会要人命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敌人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关键是，谁是渔翁？雍和这两个字出自《山海经》，传说是上古的恐慌之神，只要他出现，必然会有灾难降临。他如果是故意的呢？说明他了解我们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在他的局里。好李花开，梧桐落叶，会不会跟姚叔同有什么联系？我是西山。人们说，黑色桃花会再度绽放，死去的冤魂会回来复仇，到时候将无一幸免，血债血偿。要不要提醒下高慧生？来不及了，没得救了。是不是为了报仇都走火入魔了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帮你救高小辉，你告诉我，我能埋在哪？行东东最多还能活六七个人。把人埋哪儿了？啊啊！我说，班长。